好像啊，救命啊 ！Please don't talk to me。喂喂喂喂喂，莫西莫西。Exciting！ 太刺激了，简直是。AEC 至尊大排档，本周大牌就是我刘力扬。刘力扬，那我现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啊，号称这个最亚洲最大的这个攀岩馆啊。那今天呢，力扬看大家看到我这个一身装扮，就知道我今天是来攀岩的，来挑战一下，也是我第一次呢尝试攀岩，真的很紧张，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爬上去。好，那我们现在就继续看一下。Hello, I'm Gino. How are you? Hi, Jeremy. Welcome. Jeremy.终于可以在今天画上句点，一整夜。这张专辑叫做《转寄刘力扬》，大家看到这个比较宅女形象的我，然后这个就比较像生活当中的我的样子，就是在家里面穿的也很简单，然后包括那个内页里面的那个就是就跟猫猫啊一起玩啊，或者说在厨房啊一些状态会比较生活化一些的东西。礼物这首歌呢又是我自己写词的，然后也是我自己这些一年多以来，甚至可以说是我一路走过来的一些心情，然后对生活的感悟，对爱情的感悟，然后也是其实是记录我成长的一首歌，然后也是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老天给我的一个礼物。Thank you. Camp 5 is Asia's largest climbing facility, and we can see behind the facility here we have some very big walls. 好啦，那刚才 Jeremy 老师呢跟我讲了很多一些
攀岩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我们要穿鞋的时候呢要比较紧啊，那可能你的鞋子要比你本身的脚看起来要小一点，包括我们要打那个粉，这个粉呢就是防止我们的手会滑啊，会出汗啊，然后这样在攀岩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用力的时候要用脚步，然后你的手只是去取到一个平衡的作用，然后呢比如就像我们在爬梯子的时候可能我们用脚蹬啊，然后你的手只是扶住它保持一个平衡，那在攀岩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太多的用手去用力去拉啊，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是受伤或者是容易疲劳这样。好，我们会从那个蓝色的最基本的一些这个攀岩的小石头开始爬，然后之后呢老师说就可以这个爬其他的一些地方，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 Can I just use this other color? You can use whatever you want. Okay, thank you. 啊，我恐高症啊，救命啊，蛮刺激的，不能往下看。这动作很丑，不要拍。这动作真的很丑，还算 OK 了。还是很丑 ，OK。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Thank you. Your first climb. Wow. First climb. Right. Now let's go for climb number two. 我们现在要去难一点的。刚刚我们爬的那个蓝色就比较简单一点，现在呢 ，Jeremy 老师就让我爬这个，哎，比较更加垂直一点的这个绿色的，相对会比较难一点。好啦，我现在开始试一下。我不可以往下看，往下看我会害怕。还是要往下看，很恐怖啊！救命啊！救命啊！我下不来了。啊哈！啊！欧耶！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张照片，然后这很多张照片是我在不同的地方拍的，一些自己拍的照片，然后把它全部放在一起。比如说这个是我在韩国有一家店，有一家很有特色的店，我去买一些小的零散的东西，然后自己的那个手指上面也有写字啊，然后就觉得很有趣，就比较 rocker 的感觉。然后这个又是在台北那个The Wall 那个拍 MV 的时候，当时在那个 The Wall 里面，然后这个镜子里面有我的影子，这边是一把鼓，是一架鼓，然后这个是我的眼睛，这个眼睛是在流泪的眼睛。有一天就是在我写那个礼物那天的那首歌的时候，就是让自己到最后释放，有流下眼泪，然后才写出这首歌。然后这就是一个流泪的眼睛。然后这个又是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家当时有活动一家酒店，然后我觉得那个标志很有意思，把它拍下来。然后这个呢又是我忘记在哪里的一家酒店自拍的。然后这个又是在应该是在日本还是在韩国的街头拍的。然后这个呢也是在韩国拍。然后这个是在机场飞机上面有一个禁烟标志，就是很多，包括这个是在香港，然后这个是在其他在国外的地方。已经慢慢习惯这样的生活，也觉得这个就是我好像注定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是人生的经历啊，就是很丰富自己的经历，然后这个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很累很忙，然后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休息，或者说跟家人相聚啊，或者说自己的时间比较少，